嗨，我是 YC， 圣诞节到了，给大家设计了一件多功能的首饰，它可拆分为胸针、吊坠、耳钉。先看胸针部分，我用驯鹿作为设计灵感。鹿能带来好运，它是正义、善良、吉祥的化身。鹿与鹿谐音，同时又能带来财运。脸部用珐琅工艺，眼睛和鼻子分别为黑碧玺、红宝石。红宝石是爱情之石，恋之运。驯鹿作为胸针是可以拆下来的，它背后有一条链子，穿着绿松石的塔松，是我们这一年里成长的积累。鹿角用的是树枝形状，黑金镶嵌着小碎绿松石，象征着幸福新生活的开始。最后两片雪花，一个是纯洁，一个是美丽，作为耳钉也是可以拆卸下来的。在漫长的冬日里，瑞雪祥和，万物有灵且美，有缘得与忘珍惜呀。圣诞快乐。